哇哇狂想曲。作为陆地上最早长出肺的古老生物，两栖类在我们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，当中最多的便是青蛙。比方说在雨后的树丛或田埂间，可以听到清晰嘹亮的蛙叫声。小时候我们也都读过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，以青蛙衍生的各类动漫电玩人物更是不胜枚举。而青蛙的形象与生活真的就像我们在各类媒体中看到了一样吗？我是青蛙公主杨逸如，让我引领各位进入蛙类的王国，告诉你们蛙类的缘起与分布，并进入他们的生活中，认识他们的饮食、居住、移动和繁殖，一同观察他们的一生，并知道他们与大自然如何共生。希望透过这趟蛙类王国之旅，除了能够让各位更加认识这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生物外，更能理解生物与大自然的互动关系，进而更加珍爱身边的自然生态，甚至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保育行列哟。蛙类王国大门已经为你而敞开，走入蛙蛙狂想曲的魔法门，一同来探索丰富多样的大自然吧。